那挺好的，建议多买几套，可以了，多买几套。嗯。A 一下。隔山打敌。A 两下，漂亮，伤害有点高，感觉。伤害有点高。隔山打牛，黑人看病飞两下，变形伤害没人能原谅，一般般。隔山打牛飞两下，对面打野是谁啊？ A 他死了。 A 得罪了方丈还想走，小老弟啊，新的一天，又一场大清理。直接推卸，伤害还可。我刚才电刑打出来了吗？打出电刑，那还行，有个小爆发。但是这把出装还是要正常出的。必须要出个巨齿短臂，先回家一下。风中带着寒。来个海妖射手应该会很强。嗯。再来一个红水晶，34点电刑，我带错了，兄弟们，没办法，跟你们在互动，带错了。嗯，哎呦我的天哪！嗯，九级的艾克，没事，问题不大。黑人看病，哎，隔山打牛，小气十足。A 不讲武德，搞偷袭，我操！你妈了个巴八子，那就没有办法了。正好小丑来了，来个150。嗯，我是穿着靴子。刚才感觉可以杀他，感觉这把得出个巨蛇之牙。嗯，这把有点逆风，队友已经开始互动了，泰坦已经开始互动了，小心一点。稳住，那就很亏了。刚等下一波点蓝好了，应该会好打一点。其实我想先出个巨短。于是，别怕，别怕，别怕。黑人看病，脚气十足接，病情爆发，接 A 两下。A。回手掏能掏没掏到，好，我好，这一波怎么是一个头没拿到呀？不会吧？黑人看病接病情曝光呀，接病情曝光接侥幸什么？别接，一套技能半血，这一波你吃了没？善心不易，不过我尽量吧。我觉得小丑应该会过来，我先去插个眼，别急。好，艾克应该放金钟罩了，果然如此，他很危险，病情爆发，他死了。黑人看病，得罪了方丈还想跑。我就巴不得他 E 过来，真的。我一套反打，除非你把我 A 死，不然的话我反打他已经没了。回家一下，再见，来不及握手，直接回城。正午见态。我
再来个，我依然能听到他的声音。海妖，再来一双鞋吧，鞋来一个。嗯。可以了，吃一个狠人。有时候这艾克送人头，你错了。嗯。阿郎开始犯病了，开始嘲讽对面了。可以，好像那个魔教小学生。他六级了，小心一点。病情曝光，他又放警钟罩了，好放了。病情曝光，黑人看病，脚气十足。病情曝光，圣枪洗脚。这小丑，你他妈的能这么玩的话，我就要给你来个合肥推拿了的呀。这小丑我压根就没有看到他什么时候跑到我身后，我是没有想到的。嗯，杀不了吗？小丑有点猥琐，小心一点。边境的样子，小丑近在我身边，可以。谁有这首网络语言学的不错啊？嗯，吃个塔皮。嗯，吃塔皮。嗯，你放针眼没啥用，插不出来。针眼能看到小丑吗，兄弟们？隐形的话是看不了的。潜伏的话可以看，小丑应该是隐身吧。小丑，好，拿蓝是吧？小小艾克居然敢拿蓝，谁给你的勇气？吃个塔皮。螳螂犯病了，黑暗在我身上，病情爆发。病情爆发，再去插个眼，插个眼，插个眼。一旦你遇上英雄，就知道没什么好怕的。不太喜欢插眼，插眼要过去有点费劲。我觉得现在最好是推线，因为我现在杀不掉他了。艾克六级之后是比较难杀的，这样吧。又来，你不要个大脸呢，你还来，脸啊不要了你。是不是感觉我很哎骗？骗哎来喽来喽。哦来喽，你以为我不知道你来了？死亡的意思，这么会跑啊，都跑到这边来了，我靠，这么会跑啊！别怕呀，小老弟呀，隐身了，装逼是吧？圣枪洗脚，救一下，救一下，救一下，救救救救救！有戏。我的队友怎么裂开？哎，有经验可以吃，我好吃不了。泰坦怕了，泰坦不应该怕。2100块。哎，他咋死了？2000，差个100块钱。攻速鞋来一个，嗯，又上马了，可以，是一个狠人，是个狠人，是个狠人，嗯，我刚才如果走位的话，我要么被他 A 死，要么被他技能放死。他们说我是恶魔，说的没错，差一点跑了，太可惜了，兄弟们。
可能说一句可惜了。谢谢。吃塔皮。又闯你啊？不闯你了。老是闯你，没啥意思。你有爆发，我也有爆发呀，咱们互相搞搞爆发。哇，那小丑等一下可能又要过来抓我，我溜了，有一点危险。帮螳螂拿一波小龙。拿个蓝可以吧？可不可以？中单卢仙配不配拿这个蓝 buff？ 他的意思不给。我觉得你还是要给我，因为给你没有任何用，你只会刷野。给我可以操作一下。哎，小丑，小丑竟在我身旁，别怕，正枪洗掉，可以吧？帮你报仇了吧，小老弟。小丑可能隐身搞我了，小心点。有了，不推了，这塔不能推，感觉小丑可能隐身搞我了。下一件买一个收集者，下一件买个西兰刀吧，西兰刀来着。太帅了，就是有点矮，其实不矮的兄弟。其实不要听网络上的那些人瞎黑，好吗？有些人他嫉妒的嘛，长得又帅，对吧？嗯。嫉妒心使人作秀，可以理解，可以理解，可以理解。吃塔皮，不闯你了我。也是，气不气？小艾克。我溜了，所以为什么要逼我？买一个国粹之镰。我依然听得到邪恶之地的歌声。我是个螳螂，我会很尴尬，因为刚前期嘲讽小丑啊，现在打成二杠六，我可能我现在找个洞钻一下，现在找洞钻进去。地狱火配上开枪的手，能把人送去任何地方。这把没事，这把随便赢呢。这把对面也不一定，这把对面不一定。我卢仙还是有点危险。我觉得我要出个巨齿短臂，因为我带电刑，感觉出巨齿短臂会好一点。我没见过天堂，电刑不太好。我把地狱带上。有尊敬你所知的魔术。艾克身上有大，走吧，有大不跟他玩，别怕，小丑应该在，不然这个日女不敢这么嚣张呢。小丑在，小丑不在他不敢这么玩。来了，干哈呢？干哈呢？干哈呢？小老弟，别往我枪口上撞！别往我枪口上撞！听到没有？受了诅咒的人最麻烦的就是干啥呀，哥？得病了？那打又打不过，你还要跟我打？我是没想到。
小丑在下，我看到了。干啥呀，哥？我看你是蚂蚁日大象有劲使不上的你。我看你是厕所里点灯，简直就是找屎。夺萃之脸。下一件买个什么？有没有屌大的朋友说句话？屌大一点的。下一件出什么装备？哎，怎么点起来了？这螳螂是不是螳螂？这个螳螂开始点了，这螳螂，哇好！我从未见过如此厚颜无耻之人。嗯。脚气十足，接病情爆发，接黑人看病，行。不敢上呀，这哪敢上？算了，饶你一命吧。哎，还来？有点。清算时刻即将来临。不敢上啊，这哪敢上、啊、拿个蓝吧。操了，操了个踢进了，操了个踢进了，骂了个骂的。没吸血、啊、兄弟们，嗯，下一件买个收集者是吧，我觉得是可以有的，收集者，来个收集者，可惜了，讲道理有点可惜啊，没回血，没带凯旋，天赋符文带的、带错了，带那个凯旋，他死了，他真死了，这个人我得做个饮血剑，感觉还不想接我，感觉可以杀了。刚才买一个收集者，再来个吸血吧，饮血剑来一个，再来一个无尽，再来个训刃，可以了，差不多了。来个红 buff 吃。有一个人成为荒漠的早餐。你从主播的走位可以看得出来，其实主播其实也是玩 AD 的，因为听说玩 AD 位的男孩子都挺帅的，有没有这个同感，兄弟们？有的朋友扣个一，来看好了，看好，千万不要眨眼，千万别眨，身强洗脚。我这个洗脚洗。洗没洗好啊，这脚，这脚没洗好。哇，差一点，收集者有了，他死了。推塔喽，不跟你玩喽，推塔喽。小丑来了，看到没有？其实我已经看到他了。哎，蓝 buff。你在我手里是最难的。再推一波先。下线买个收集者，再来个吸血吧。溜了。我适合玩单机，好的，还多。哎，我卖了。没办法，兄弟，我已经打出了成本的水平，但是没办法。我依然听到歌声。溜了，没事没事。下路有点小崩，秦永元上当了，回家买个收集者。草原上还有比黑影更坏的东西。吸血。那下一件的话就买一个无尽吧，因为现在我已经60%暴击是出无尽，80%
再来个阴血剑，100%。没事没事，我来打，我来出。可以打，感觉可以五杀。我射空了，我操！新的一天又一场大清理。上单 AP 狗头吗？怪不得这么屌。没事没事。哇，没有闪，有闪全死了，有闪全收割了，一个闪没有，哇操，全都是残血，太可惜了，有闪全死了，距离不够，太短了呀。无尽的话1300可以有，回家先买个无尽。无尽买了伤害很高的，把他卖了。风中带着寒意，全能血，他这个是生命偷取，他这个生命偷取和全能吸血的区别在哪里？生命偷取只能用平 A 吧，全能吸血应该是技能也可以。没人，那我多兰剑其实不应该卖的，感觉。敢打龙可以，给机会，给机会。圣枪洗脚，我操，全在杀我，我本来五杀了呀，兄弟们，全在打我，我靠，但是他们输了呀，我们可以打大龙，漂亮。Nice， 我们拿了呗，接盘呗。哇，感觉五杀了呀这一波。哎呦，被寒冰一直追着射，我靠！哎，寒冰交闪现来射我，本来是五杀了，算了算了，打小龙吧，大龙打不了，打不了，打不了他，打不了，打不了，来不及，伤害不够，我死的话伤害不够，嗯。打不了，打不了，打不了，伤害不够 ，ADC 没伤害。但我无尽，我无尽除了伤害更爆炸。我来个阴血剑怎么样？算了。嗯，你们觉得现在我先出阴血收益高，还是憋一个无尽什么的？我闪现就没有五杀拿了，对吗？好吧，我闪现就没有五杀了。无尽吧，无尽吧，无尽吧。没事，只要我不死，他们就没有办法。因为我的伤害很夸张，感觉可以阴一下。但愿这里没有眼，看到了。精灵了，好。双杀，辅助杀的我，不亏的。我没有凯旋，我有凯旋，他真死了。我凯旋没有，来错了。来个，再来一个。没办法，没办法，没办法，一点办法没有。嗯。有阴血救了我，我先出个无尽吧，80%的暴击，我直接无尽那不行，直接这个的话，钱多的钱余的少一点。最后一票，都不可能是最后一票。狗头有啥用？
狗头他这个装备出的有问题啊，没看懂，他这个装备也出的有问题，他应该学一手智勋的狗头。我的伤害很恐怖吧，伤害贼鸡巴恐怖，收集者是必出的，收集者一定要出。射我了，寒冰射我，还有闪，小心一点，别给对面机会，你就当对面全有闪就完事了啊，别给对面闪现。出了两个鬼书，哎，他出两个鬼书是啥意思啊？这是什么打法？我没有看懂。还是要出无尽的，不出无尽打这个日女稍微慢了一点。我们必须要把前排第一时间斩杀才行。对，我们只要打离我们最近的一个就行。漂亮，这一波很赚。西部年代的老一套已经烂透了。嗯，把这个塔给他推了，我来推高地，队友打龙，可以的。投个鸡吧，投个鸡。再来一个石头人吃一下。举报螳螂送超火。真的吗？你这么说的话，我必须要举报他了。这螳螂这种不要脸的，我们要学习一下。哦，不，我们不能学习啊，他这个太狠了，他这种不要脸的，哇靠，太狠，我竟无言以对。这谁顶得住啊？投个鸡。有点狠。死在我手里是罪有应得。神装了，还是要小心。被对面，我只要被控到，我就死了。因为我被控到，第一时间他们会激活我，好吧？我肯定会死。再拿条龙。螳螂主攻精神输出，可以。好，快对面清弹，先射，别接 ，OB 一下，再射。我操，火箭的伤害有点高。哇操，这是什么伤害？我玩的这是什么卢锡安？哇靠，这是啥伤害？这个伤害太吓人了。